碧昂斯、艾薇儿、后街男孩这些耳熟能详的国外大咖呢，近日纷纷亮相各大演唱会。要说人家这个演唱会办的，真的就两个字形容，专业。三个字，很专业，是吧？劲歌热舞，火力全开哈。我们也想悠悠说一句，咱们很多的歌手呢，也可以学习他们一样非常敬业的一面，献给大家，一起来看一下。甩头，扭腰。碧昂斯的亮相无疑是 MIA 音乐节上的最大的亮相，而在一曲 Round the World 过后，碧昂斯再度带来一曲 End of the Time， 配以演出台上的烟火背景，绝对让粉丝们值回票价。而就在近日多伦多演唱会上，另外一位天后艾薇儿也首秀了她的新歌 Rock and Roll。虽然是随意的 T 恤装扮，但舞台上轻松随意的艾薇儿还是让现场的粉丝们大饱耳福。同样又发片又亮相演唱会的还有后街男孩，虽然眼前的五位男孩俨然变成叔的模样，但当熟悉的旋律响起，还是让台下的粉丝们激动不已。精彩纷呈的演唱会扎堆演出，让粉丝们十足过了把瘾。娱乐新天地演出扎堆综合报道。